我哋系一班热爱香港嘅市民。经过政府漠视仁义、暴力驱赶后，我哋更坚定地重申五大诉求：第一，全面撤回送中恶法，暂回送中条例，并唔保证日后唔会再强推修例。我哋只接受全面撤回，永不重推。第二，反对定性暴动，大部分示威者都是以和平的方式抗命，最暴力的反而是借用清场名义热波下向市民施暴的警察，所以我们不接受暴动的说法。第三，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士，特别是学生和伤者，并撤销所有控罪，承诺日后不会对示威者秋后算账。第四，追究滥权警察暴行，在过去一星期警方多次在不必要情况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和记者滥用暴力，我们要求警方严正处分所有滥权警员。第五，林郑下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次漠视民意，一意孤行地推行恶法，加剧社会撕裂，我们强烈要求这位已经尽失民心的特首问责下台。在未争取到以上五项诉求前，我们都不撤不散。